仲有啲時間啊，上早啊，嚟行下公司啦，不如京都大院。兜入嚟睇睇個市區啊，都幾得意，都係簡單啲行下 Aeon Mall 啦。又開到九點，仲有時間行。好啊，入館冇人仔啊！我第一次不用他的木巾抹手的，這間挺好，你抹手哇，巨大啊。伊朗超市當然巨大無比啦，二樓就買衣服鞋襪啦，等菇啊，有㗎。